热血，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一辈子都不会做了。极地超级马拉松，它是这样子的山路，这是爬山，它是超线超好。最后一天，所有的选手就是淋雨又冷，看到红色大门在前面，就开始奔啊，全部用那边加油加油！你看到了吗？健美比赛只有三个月的时间，每天都在怀疑自己，一个礼拜六天，但是我练九场，好可怕，刚刚好，对，胸部哎，现在还好。今晚10点，小明星打跟班。